还远呢，磨磨唧唧的，远不远呢？关键点。连麦拿装备不用，那个锁着甲不能有人拿。
一个机器人吧。为了更大的良善。我操！很顺呐。才突然看到了光明。无敌了，有点。你看嗓子里边有痰，哎呀，但我又咳不出来，我一咳，我感觉我就要哕出来了，不敢咳。我失去耐心了。给个机器人呗。化剑。
花一块怎么办？大殿，要来从不妥协。没有机会了，得当机器人呗。谢谢灿烂的温暖。啊，这个没用。俺知道该怎么做。鳄鱼小三，鳄鱼用不上啊。失不失去耐心的，你得对得起我这波升级呀。对得起我吗？
要哪个？三呢？AI 转核了呀 ！AI 转到啥级呀？给谁呢？随便给一个吧。后悔了，应该和混沌。李雪剑也留着吧。怎么做？按下来呀、啊！没劲儿吧？
这个青钢影可以先不捡，不占排池，是吗？这么细节吗？我从不退缩。这份工作不是为业余人士准备，没有机会了，他们活不长。地道三，我们升级吧。消遣一下时间。曹司机，我失去耐心了。青钢影三和不三真的差好多呀。找个佛爷哥的装备，
我是等个离子，还是要个泰坦？你们说？离子啊？好吧，我等个离子。要不给牛头先带着，我给你先带着，他妈的欠装没有。可以先给男的啊。差不了太多，我失去耐心。知道该怎么做，那就给男刀带一下。啊，越打伤害越高，他这个就是这样的呀，他就是越打伤害越高，上最后一个了，混沌战士他就伤害就高。没有那个加攻击力的那个孩子 AI， 你加攻击力的 AI 直接700多攻，奶妈有奶妈，我赶紧把这混沌转。这哥们是95吧？
俺知道该怎么做。下波地空吧，拿什么的随便拿吧。好，这哥们儿这么猛啊。为什么？我失去耐心了。卡 bug 了吗？Thank you.
熬了吧，三星努努没了。